换药的东西。伤口清洁呢，一定要灭菌过的，灭菌过的棉织，然后一定要无菌的生理食盐水。换药前先洗手，洗完手之后，因为这是灭菌的，所以这边就尽量维持干净，不要去碰到它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会用到很多很多的棉棒，尤其是在手术第一天、第二天的时候，伤口会有所谓的组织液、血水，然后你还有一些我们上去的一些药膏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清干净的时候会花比较多时间，所以我大概我都会先准备一包灭菌过的棉棒，打开之后把生理食盐水滴进去，棉织尽量湿，它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。好，那假设是说这个是体美眼尾的部分，好，那上面有缝线，好，有一条伤口，上面还有旧的药膏，那我们就是轻轻的刷洗，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都 OK。 好，脏掉了我们再换掉，然后再换第二支，清洁干净，稍微用一点点力量去刷洗它无所谓，但是我们清洁的方式其实就是棉织沾生理食盐水在伤口上面刷洗，洗到棉织就是干净。好，我现在还有一点点黄黄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丢掉再换。好，再换。我们就干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准备一支干净的棉，一样也是普通棉织，然后把刚刚有一点点生理食盐水还是湿湿的，我们压干。那清洁的方式其实就是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只要来回把伤口上面的血渍、组织液还有旧的药膏清洁干净之后，再抹上新的药膏，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换药。那药膏要薄薄涂一层吗？薄薄涂一层就好啦。好哦。对，除非特殊需要才需要厚敷。然后呢，那既然它是开放性伤口又黏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纱布，一样也是灭菌的，灭菌的。那当我们是在拿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我的手沾到纱布可不可以？其实就是有小技巧，我们要盖到伤口的地方，我们不要用手直接去接触它，直接盖起来。好，胶布固定它就好了。这样就是一次完整换药。